有没有看我们的影片？2016 TKOC 台湾小型赛车公开赛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前几站呢，这个车手们的积分都相当的接近了。之前我们带大家认识的 Cooper 车队、完生车队、飓风车队以及这个西湖 K1 车队。那么现在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在2016的 TKOC 第四站呢，赶快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其他的车手们，走吧。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欧风车队，哇，欧风车队也是一个阵容庞大的车队哈。那我们大家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吧，来。你好，我是周延成，我今天跑 Road Test Max N 组。你不是说你有三个绰号？有啊，我一个叫做马来西亚，帮我取的叫头油，然后有人叫我光头王，然后我叫本名叫周延成。好，来。你好，我叫周子安，我今天跑 Road Test Max N 组。今天跑 Road Test Max N 组，那昨天跑什么组？昨天没有跑啊。那明天打算跑哪一组？不知道。一样嘛，来。你好，我是高焕荣。那我今天这个周末我会跑 Rotex DD2 Senior 组。哦，加油哦！大家好，我是廖以恒。那我这个周末也是一样跑Rotex Max DD2 Senior 组。大家好，我是高杰，我明天要跑 Rotex Max N 组。大家好，我叫高子荣，这次参加DD2 Senior 组。大家好，我叫王明伟。我明天一样跑那个 Lotus DD2 Master 组，谢谢。大家好，我是欧风车队的领队，我叫高俊仁。大家好，高爸爸，我看到这个我们欧风车队有特别多的这个年轻的选手哈，是刚好还是说高爸爸有刻意的这准备栽培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尽量，因为有小朋友的客人来玩，我就会跟爸爸、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介绍说这个运动。可以试着小朋友的专注力还有协调反应各方面，那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就会带过来这样子玩，那接触久了看到跑比赛车他也是会有机会想要玩，所以就会越来越多小朋友。哇，那我们这个台湾的卡丁车界有这个欧风车队的高爸爸带领这么多小朋友，我想哦，我们台湾的赛车界一定很有希望。他们是欧风车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极限车队的三位车手，其实三位车手都有相当长的一个参赛资历啊。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老将 Thomas 看起来今年已经这个年度冠军的门票已经拿了一半了哈。是啊。那 Thomas， 你对于这个为什么让你可以有这个动力一直持续的参加这个卡丁车的赛事？其实我玩这个赛车今年第17年，头15年我的心态就是希望就是要赢，我等对手来挑战，然后因为一直都有竞争力，所以持续玩了前面15年，最后这2年感觉自己年纪也大了，所以我的比赛的胜负心比较没那么大，但是我比较着重在跟一些年轻人的交流，所以现在让我继续玩下的动力就是有这些年轻人陪我一起在赛车场上竞技。反而胜负心没有那么大，让你更容易赢得冠军哦。再加上跟这些年轻一辈的车手交往，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是，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互取所需。他们跟我学技术，我跟他们学年轻。OK。那我们再来看到是小赖哈，我们知道小赖也有陆陆续续也有大概10多年的一个参赛经验，可是中间哈好像有一阵子有一个间断哈，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又重回到这个卡丁车赛事？参赛到现在前前后后十多年了，后面因为中间有4、5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还是有陆陆续续回来。对，然后因为我们队长汤哥也是这个兴趣，我也是对车很有兴趣，也自己摸索，然后也是挑战，就是遇强则强。对，后面4、5年才陆陆续续来参加这个 TKOC 极速超跑的这种赛事，这样。OK，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这个森哥哈，森哥其实也有10多年的这个参赛经验，而且是我据我所知是一直都在这个 TKOC 的这个小型赛车公开赛里面参赛啊。那么我想要问一下森哥，就是说这个小型赛车在森哥的生命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第一位哦，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赛车的交流的园地，那竞争也非常的激烈，所以让我可以一直投入在这个赛事活动里面。那当然，它也是
台湾第一个发展起来的一个小型赛车的协会，是，所以在我心目中有相当的一个地位。是，那我们现在在我身旁的是这个 Group A 的两位车手啊。首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国志啊，国志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法拉利的一个维修技师哈。那我们也知道国志今年开始下来参与这个 TKOC 的这个赛事哈。那我们也知道国志，你既然是法拉利的技师，你都自己搞车嘛，对不对？那你对于为什么你自己来跑这个比赛跟这个搞车，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像我会自己弄车的原因是，我觉得赛车很注重的是安全，是。然后就是以前待过法拉利，也跟去国外比赛，要准备车子，是。我觉得要车子下场前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注意好，是。那可以让车手安全的下场，是。上场然后检查起来也比较方便，是。因为赛车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运动，对。哦，那这样子这个是国志服务的车手，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吧。之后有机会的话，应该会蛮幸福的。OK，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位也是 Group A 的车手魏奇哈。那魏奇他也拥有了一个这个大约十年的一个比赛经验哦。其实我们想要问问魏奇，就是这十年的比赛经验之中啊，你觉得对你而言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体力的维持啊，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平常都要练习锻炼体力，一旦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体力就迅速下滑，还要牺牲很多时间，不能陪家人啊、小孩啊，是对啊，都要做一个体力上维持，是，对啊，不是那么简单。对啊，因为我们知道魏奇也是这个已经是迈入40岁，超过了哈，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现在我们看到卡丁车这个赛事里面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那真的来说，体力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荷哈。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位车手啊，是这个 Victor 车队的这个小富。哦，小富，我听说你都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哦，就是说自己调车子，然后也不告诉人家你调了什么，然后调完之后下去跑，跑了之后还在那边做密密麻麻笔记，你到底在做些什么秘密的计划？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没有啊，其实也就是说，自己动车子嘛，那很多东西就是看着我的感觉，还有我自己的心情去试验，然后下去跑，那下去跑之后。动了什么？你动了什么东西？你最了解。那车辆给你什么回馈？是，你也最了解。那就是这样慢慢去做实验，去找我自己的最佳设定。是，但是也在这个同时，因为可能还不是真正专业技师，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会漏掉。像很多比赛，可能有些螺丝可能会飞掉啊，干嘛的？哦，对，所以导致没办法完赛。上一站好像就是螺丝掉了，卡住离合器哈。是，就不能就 final 就没办法跑。就是出去的时候已经太晚，然后跑个几圈，然后哎，还是算了。要这样子的话就，因为自己用嘛，然后也就省引擎，省那个磨耗，就回来了。对。所以看来我们小富哈是把这个卡丁车的这个调整跟比赛当作研究所来念的哈。那再来我们一样看到的是这个 Victor 车队的这个秉仪啊，秉仪也跑了好像11年了哈。对啊，那在这11年的这个比赛的过程之中啊。你觉得令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中间你获得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情是认识很多的朋友。是。那当有这些朋友，我们组成一个团队的时候，就是有背后有人在支持你的感觉，才是我真正可以玩这么久的原因。是。对。对啊，在这几站哈，我参与这个 TKOC 的比赛啊，我也发觉到，就是说所有的车手们哈，大家其实都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互相的帮忙，互相的鼓励。虽然在场上是一个这个竞争的对手，可是呢，在场下呢，都是互相帮忙以及互相协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卡丁车的这个比赛中间非常棒的一件事情。Darling, have no place to go.